马湖大规模开发以来，我们针对技术难题逐个攻关，形成了9个区块、13个提速模板，钻井效率综合提速30%以上。 Tarim Oilfield 计划开战超深井38口，目前23口8千米超深井正在钻井，在超深领域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今年以来，深海一号科学设置气井采气速度。 助推气田持续高产稳产，今年前4个月产气超过10亿立方米，环比增加了71%，在保供季为海南自贸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可靠的清洁能源保障。今年以来， 中国海油已实现新井投产180口，较计划多投产23口，油气增储上产势头良好。截至5月中旬，我国海上燃油较计划超产64.3万吨，同比增幅9%；天然气较计划超产6.3亿方，同比增幅16.6%。